Hello， 桃桃，今晚是平安夜，跟妈妈、爸爸一起出来跟圣诞老人拍照片啦、啊。你看圣诞老人。刚才才拍完照呢，现在我们在排队拿照片。我们在排队拿照片。咱们拍了全家福，我们在 mall 里面拍照片。你看 mall 里面。拍完照片，妈妈约了一个妈妈群的妈妈一起去吃饭。去吃什么呢？爸爸妈妈，我都不知道吃什么。好啦，咱们以后每年要多来一次跟圣诞老人拍照片。